原标题：一个行营主任为何能调动五个省的军队，能够直接对抗中央。在昨天的文章中，小编和大家讲了绥靖公署主任这个职位。绥靖主任看上去不起眼，其实能够调动一个省的军队，和省主席是一个等级的干部。例如阎老西，阎老西的官职就是山西省主席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，所以很多人喊他阎主任。其实除了绥靖公署主任，还有一种主任的级别更高，那就是行营主任。那么一个行营主任为何能够调动五个省的军队呢？其实近代的官职和古代官职有很多的关系。在清朝统治期间，每个省都有巡抚和提督，巡抚负责一个省的全部事务，而提督负责一个省的军队，军政和民政是完全分离的。到了清朝灭亡之后，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人物控制局面，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。当时北洋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，每个省都有督军和省长，和清朝的提督巡抚差不多。但是由于处在乱世，军队的作用很大，所以督军的权力明显大于省长，有的省长就是督军的部下，还有的督军自己兼任省长。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1928年，为了调整督军和省长的关系，废除了这两个官职，出现了省主席和战区司令。省主席可以调动全省的治安部队，战区司令则调动一个或者两个省的野战军。当时为了安抚一下军阀的情绪，出现了兼任的情况。例如韩复渠，韩复渠的职位是山东省主席、第五战区副司令、第三集团军司令，这些都属于封疆大吏。在省主席和战区司令之上，还有一个行营主任。在30年代，为了应对一系列的战争，最高统帅部经常要赶到地方去指挥作战，这就是行营，属于最高统帅部的分支机构。在30年代，总计出现了重庆、武汉、南昌、西安四个行营，每个行营都有一位行营主任，负责自己所在地区的所有事务。例如南昌行营主任，他的辖区就是东南五个省，行营主任比省主席、战区司令都要高一个档次。一般来说，能够担任行营主任的官员肯定是绝对的亲信，而且必须有能力。在古代的历史中，没有类似的机构和官职，如果仔细对比的话，有点类似于明朝的大学士、都师，比各地的总兵、巡抚的地位都高，当然能够管理好几个省的问题。不过行营不是长期设立的，一旦这一地区的任务结束，就会被撤销，行营主任再回到中央工作。对于省主席和战区司令来说，本来自己说的算，当然不希望再加上一个顶头上司。在30年代后期，西安行营的主任非常有特点，因为军队都不是自己的。在近代历史上，还有一种机构有点类似，那就是建国初期的各个分局，例如西北局、西南局、华南局等等。当时为了管理的需要，建立了6个分局，但是随后就撤销了。这种超出规格的机构不会太长久。参考历史上的钦差大臣，不可能一直待在地方上。其实在近代历史上，还有很多官职非常有意思，小编在今后的文章中会慢慢讲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